舍家出家何所以，起手空亡求出离。世间纷扰烦恼相续，如何可谓出尘。三施七正定出击，剃发染衣发红饰，日用常行化业无尽，何以成就圆满僧格。持戒慈悲立生，自他坚立愿行圆满，以是纳受戒体长养善根，上求下化实名比丘。三坛大戒是汉地僧人涤荡习气培育僧格的庄严仪式，普济道场慈悲佛国，成就殊胜因缘。正仪可谓修身安心之方，大衣展具有顶戴福田，能降服贪嗔痴，清净身口意。教戒行仪受持威仪教法，开导法义明受戒之本真，以法继承洗心忏悔，众心戒通过忏摩仪式清净发心，消除往昔罪业，这是登坛受戒前的重要准备。三坛大戒初坛正受沙弥戒，沙弥又名悉慈，能悉止释然而慈济众生。纳受沙弥戒体，受持十戒，是养成僧格的第一步。近为比丘戒之阶梯，远为菩萨戒之根本。比丘戒因具足一切戒品，又称具足戒，是由沙弥向比丘转变的根本大戒。正受当日千年观音圣地，香光庄严，法床高树，实施齐登普济戒坛，慈悲开示，正蒙受戒。三坛大戒中比丘戒法的传授，对延续佛法命脉，佛教正法九柱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。慈济一切有情，回向众生共成佛道，这是汉传大乘佛教，也是观音道场的根本精神。正受菩萨戒时，新戒们愈发感念到身上所肩负的度世职责，他们手触锡杖，倾听勉励，心发弘誓，当以慈悲立身之心修一切善法，度一切众生。三坛正受循序渐进，新戒在对学戒、受戒与持戒的体悟中，找到了可堪一生追求的目标。这是大家出家成就的道路，受戒是这条道路的起点，始至善护戒行，严禁毗尼，发扬大乘慈悲精神。观世音菩萨将会是大家学修道路上永恒的明灯。相传舍利弗于城外遇马圣比丘，见其威仪具足，庄严端正，乃无言之教，遂被深深摄服，后经点化皈依佛陀。
方便救济一些苦恼。我们教你，你自己学好练好，以后你再教别人。诸戒兄等，一起向开堂大师父及诸位引礼师父告假，顶礼三拜。